全国唯一一个零海拔的城市，你知道在哪里吗？大家好，我是铁牛，我现在在新疆的托克逊啊。这个城市非常特别，它是全国唯一一个零海拔的地方。现在白天我还开着空调给几个毛孩子，不然车里面实在太热。这里的气温平均气温在17度以上哦。这个托克逊这个县城也是非常特别，它是东疆南疆啊北疆的交汇处的地方啊。这里离这个吐鲁番也是很近的。还有它西汉时期啊，它是匈奴的管辖地。现在这个县城啊生活的22个民族，有俄罗斯族啊，有彝族、汉族、蒙古族，最多的是维吾尔族啊，维吾族占的75%。这边的最有名的美食就是这个托克逊的拌面。那么现在呢，咱们去吃个拌面，去感受一下这个托克逊的美食的文化吧。看一下咱们的车停在这里，真的太绝了哈！昨天晚上那个宴会厅那里啊，汉家族宴会厅那里举行了很特别的婚礼。你看，这边的街道也是非常非常的干净。我们现在去前面街道里面找一下美食，看有什么东西吃的。这是托克逊有名的这个拌面，看一下，有点像那个甘肃兰州的拌面差不多。这个，看到没有？刚刚我们已经吃完了这个当地的托克逊的这个拌面啊，但是说实话，和那个甘肃那边和青海那边拌面差不多，羊肉拌面。现在我们要回车里面去发视频，发完视频咱们继续往前出发吧。托克逊，我觉得这里的气温特别好啊，很舒服。这边的羊肉串就没有南疆那边的羊肉串好吃了，每个地方不一样。然后我们现在走吧。很多朋友就问我啊，你为什么自己不做饭？我们来这个县城里面，你在外面做饭，我觉得形象不好，影响不好。来这边旅游，吃个20-30块钱的东西还是吃得起的，对吗？所以呢，来到县城里面，尽量的不要在外面摆摊做饭，这样影响太不好了，啊，所以就在外面吃了。街道是非常干净整洁，你看咱们车停在那个地方。
个托克逊县城的绿化还做的是不错的，朋友们，你看还是四车道。新疆的建设真是不错。这旁边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，哦，一个枣庄基地。朋友们，我们现在吃完饭之后咱们就出发了，继续一路向北。我们从新疆一路向北的话要经过这个哈密的，哈密应该是我们走的最后一个城市啊。哈密以前还没去过啊，这次哈密之前是路过，没有真正去市里面逛一下啊。今天我们就直接到哈密市吧，每天不要走的太多，看看能不能去大海道里面逛一逛啊！之前都没有去过大海道，那是著名的雅丹地貌。看看今天能不能到那个大海道吧，到哈密市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对，到那个哈密市有300多公里。七泉湖，天哪，前面还有个加油站呢，我感觉好像没油了。说到这个托克逊这边盛产的是那个新疆大枣啊，枣子，刚刚我都看到一个大枣的基地，看看前面有没有加油的地方，我感觉我车没油了。应该是有吧，前面加油站。朋友们，对面就是火焰山呢、啊，那就是火焰山的这个景区。这是咱们不去火焰山的啊，那个山像不像火焰山？塔格沙漠68公里，哇，到这边来就有点荒凉的感觉了，朋友们，全部都是黄色。这些地方都属于火焰山啊，你看火焰山大桥，这山是不是很特别啊？全部都是那种红色的感觉啊。果然是最美的风景在路上啊，你看对面那个火焰山，那个土的颜色特别漂亮，你看有点像那个埃及的金字塔那种状态那种感觉。这个地方就没办法停车，不然咱们配个无人机应该不错。那里一个石头好奇特啊！朋友们看到前面了吗？那些都是晾晒葡萄的那房子，看到吗？
这一排排的房子全部是晾晒葡萄的那个孔都是通气了。